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给我出来！想看戏法吗？拼一个吧。
那今天我给大家做的是第五人格军工厂中的一个经典建筑乌屋地牢。为什么说它是比较经典呢？因为每个人进新手教程的时候都是这个地图和这间木屋，所以这是第五人格一周年的活动，我就选做了这间屋子。之前一边做刀剑系列的时候就构思过这个，前期设计一个多星期时间左右，中间还要根据现有的颜色和零件重新修改 N 多次，然后拼成品的时候一些结构又要重新修改，反正日夜兼程做了三天，最后得到的作品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了。成品的长宽高是56×58×40，总共用了355种零件，其中包含了15种颜色。上层是主色为咖啡和米黄色的木屋，下层是主色为深灰浅灰的砖石地下室，整个的重量大约有6.5千克。由于财力时间有限，有些颜色不得不妥协。就上面的那个水管本来是暗红色的，但是这个圆的暗红实在是买不到的，都改成深灰色。还有那个烟囱以及外围的一些少量木板的颜色，颜色稍稍有一点点改变，不过影响不大。等等，好像少了点东西。现在不少了。这个是电机。这个电机以及天线是用锁链代替线把它连起来的。电机可以拆开。这个是椅子。然后这个座椅后面有4个火箭，还没有4个娃娃。上面一个闹钟，其实我是中途才看见这个活动的，之前怕时间来不及就白天黑夜的加紧赶制，现在总算做完了。然后今天离活动结束还有10来天的时间，希望大家去标题左边的活动页面，帮我投一票，在这里先感谢大家。另外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不妨加个关注，记得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。See you。进去啊！进去啊！打个招呼。这边这边这边。下去下去。进去了进去了。